人生如梦，梦醒十里郎，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十里郎。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极具可爱元素的狗狗电影《萌犬好声音三》。人的一生有着所有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，这些情感和情绪交织着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从中成长和收获。但是其实不仅仅是人类，在宠物的世界里也存在着和人一样的思维和想法。小狗泰尼是当红的明星狗狗，成名之后的他仍旧不骄不躁，再一次回到当初捧红自己的舞台，并成为了节目评委。但这一次他是带着自己的任务来的，他即将和其他的嘉宾一起来到世界各地，挑选才能出众的歌手作为自己的队伍成员进行比赛。在陆陆续续进入到几个国家之后，泰尼一直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，其他的评委早已选好了自己的队员，开始了培训，只有泰尼觉得自己还没有遇到那个真正有能力的人。在满心的期待和等候下，泰尼终于遇见了一个叫做胡里奥的选手。这是一个拥有着悲惨身世但仍旧靠着情商走进娱乐圈的狗狗，他唯美的声线和杰出的表现深深吸引了泰尼。但是其实此时的胡里奥只是别人的一把工具，有人想要利用他来毁掉泰尼，满足自己的私心。这只坏狗狗叫做巴克，身边还有一个人类帮手和一个狗狗帮手。巴克和泰尼认识并且熟悉，所以他了解泰尼喜欢什么样子的选手。他们不断地将胡里奥包装成泰尼喜欢的样子，最后让泰尼选中。看到这里不禁背后一凉，胡里奥凭着自己是孤儿没有家的借口，在成为泰尼队员的第二天便住进了泰尼的家。他一改平时谦虚忧伤的样子，使唤家中的保姆，住着主人的房间，每天好吃懒做，根本无心比赛和排练。此时的泰尼内心也产生了疑虑，可是毕竟胡里奥的实力摆在那里，泰尼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不断等待着二人排练的时机。此时的胡里奥接到坏狗巴克的指示，要求他和泰尼传出绯闻，胡里奥马上践行了组织的命令。第二天，二人的谣言就满世界的传，这也让泰尼的男友 Pop 很吃醋，不愿意听泰尼解释。而罪魁祸首胡里奥却来向泰尼道歉，心地善良的泰尼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又一次的原谅了他。另一边，巴克的狗狗监狱里，他的人类帮手抓住了所有评委的家人，想要威胁评委给胡里奥投票，借此来控制整个娱乐圈。泰尼的妹妹小不点和男友也在其中。就在国际比赛进行到大半的时候，泰尼才得知了巴克的阴谋。此时的局势已经不是泰尼能够扭转的了，而且评委们的家人都面临着生命危险。所幸的是，监狱里的 Pop 和小不点利用着自己的智慧和其他的狗狗沟通，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拥有自己的自由，而要帮助坏人残害同类，同时声情并茂地去为他们分析未来。心软的狗狗们果然没有几句就被成功说服了。此时刚好得知消息的爸爸妈妈也赶到了监狱里解救孩子，一场搏斗后将坏人关在了监狱里，之后找到逃生通道离开了监狱。随后节目中的评委们纷纷接到自己家人的视频来电，在得知家人们通通平安后，他们当场拆穿了巴克的阴谋，并且向全世界的观众进行致歉，然后还将比赛继续了下去。就像泰尼说的一样，他相信整个世界里音乐是最好的语言，超越国界和民族。无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经历过什么，拥有着什么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你唱出来的就是最好的歌曲，你就是最好的歌手。而整个舞台也应该更加公平和干净。电影从头到尾都在以一种幽默的形式描述着整个故事，一场充满意义的比赛，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可爱狗狗，每一个不一样的人物形象，从私欲特别重的巴克到善良可爱的泰尼，即使人设天差地别，但却在不断的对比中让我们明白了心存善念这个道理。每个人都会有私心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而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和质量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。